房，从没有半天安于那方。寻寻觅对着天光了也一样，情或远听到只得回响。然后我跌进低谷，碰巧你在旁陪着我，说一声不要放。长期在跌宕，一早已怕希望，其实我也不想硬朗。在迷路的一刻指引我回家，不需要只身恐怕累雨洒。是你吗？在旁边不需惊怕。旧伤疤会否因你而放下？面前是你吗？就如梦境一般，不再有落差。交给你从未应许的期盼。发财里边请，想不到赢钱这么容易，五文钱赢了这么多锭银子，我没你这么好运气了。不过我也赢了30文钱。哎，走走，发财里边请，老板，有赌不为输啊，以小博大。买了买了买了，同兄同兄，哎，田老爷，什么事？紫色衣服那个做事儿。你经常来的，我也是第一次来的。不知道这把开什么呢？啊，小小，我听你的，买小。你光看不买，买一点玩玩嘛。买小。哇，你好旺啊！开口中，我再给你买。我有事，我要先走。哦，你不玩了，那我也不玩了。一二三，哇，一杆进窝！娘子，你真聪明，一学就会。那当然。再来，再来，再来。好。哎，娘子，山楂呢？啊？我不知道。哎，对了，相公，不如我们下次出去玩的时候，也叫季准一起去，只要有他陪着山楂，山楂没那么闷，好不好？上次放风筝，季准不请自来，这次你叫他一起玩。我知道了，季准不害臊，看上山楂，找娘子帮他做媒。相公啊，你别这么说我兄弟嘛。哼，还有啊，你怎么这么紧张？莫非是你看上山楂，舍不得把她嫁出去？我只是习惯山楂伺候我，她嫁了我真舍不得。既然你这么舍不得，干脆纳她做妾嘛。哎呀，娘子，你想到哪儿去了？我只是对你有非分之想啊。咦，我对她纯粹当弟弟嘛。妹妹。哎，是啊，妹妹，那哥哥照顾妹妹是不是应该啊？那我宁愿她一辈子留在钱家，总比跟小无赖在一起强。那季准好歹也是一路站的少东，虽然有时候有点无赖，但是胜在人很善良嘛。如果山楂真的喜欢季准，我也没有道理阻止啊。那你说的，那我安排了，但是我不开心，我要补偿。怎么补偿？我们今天分成两组，轮流派人锤丸，谁锤得进就问对方一个问题啊。哎，相公我来吧。山楂，我问你，你觉得季公子怎么样？很好啊，一表人才。啊！啊！啊！哎哎哎！
呀？对不起啊，山楂，你怎么照顾人的？对不起啊。没事吧？啊，你们不用担心，我没事。我扶你去那边歇会儿。哦，对不起啊。喂，有没有心跳的感觉？哇，这种事很难说的，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。我也不明白你为什么会对那个富三代如此神魂颠倒。他英俊。我不英俊吗？他心地好。我心地不好吗？他有钱。我也有。也对哦。虽然我呢没他那么有钱，但是我好歹也是一路站的少东啊。你为什么偏偏选他不选我这个也是一表人才的呢？恋爱这种事你懂吗？这倒是。娘子，你们聊什么呢？哦，没有。我在跟他研究那根菊杖挂在树上面，我们怎么继续玩嘛？山楂扭伤了脚，不玩了，回去吧。哦，那我去把菊杖取回来啊。啊。取回来了。哎，季公子，你的荷包。哎呀，怎么会这样？我的荷包是我的初恋情人亲手给我做的。初恋情人？为什么全镇都没有人知道？就是怕你妒忌。季公子，我帮你补。好，谢谢啊。哎呀，山楂你真是乖呀。哎，走吧。季公子扶山楂走了。相公，好，走吧。嗯，当心啊。嗯，慢慢走啊。嗯，回去立刻缝补啊。好，我会很快补好给你的。谢谢谢谢啊。山楂，啊，少奶奶，坐。哦，在补荷包。对呀，啊，你怎么这么乖，自告奋勇帮季公子补荷包啊？顺便嘛。那我也顺便问问你，你觉得季公子怎么样？你对他有没有意思？少奶奶，少爷是不是想要把我嫁出去啊？当然了，不过你放心。我们千挑万选，都觉得季公子最适合你。不是少奶奶你的主意吗？哎，总之我们个个都希望你嫁得好，就看你的想法了。少奶奶你怎么这样问人家这种问题，叫人家怎么说？相公，我刚才问过山楂了，他一定是对季准有意思，要不然怎么会这么上心帮他补荷包啊？切，山楂的针线一向很好，我的随身物都是他做的。这怎么一样？你是少爷，他帮你做针线活是分内事，但是帮季准呢却是私事。哎，娘子坐下来。嗯，那山楂怎么说啊？他是不是喜欢季准？他就说，咦，少奶奶你怎么问人家这种问题，叫人家怎么说？女儿家有这样的反应，虽然她没有说，但是一定是春心动了。切，当初你见到我也是这个样子。就是啊，所以以我当日看上你的经验呢，她一定是对季准有意思。你别这么笃定，钱家下人的婚姻一定要得到姑姑的同意才能够事成，更何况太君很疼山楂，山楂的婚姻大事一定要通过太君那关才行。太君请用茶。姑奶奶请用茶。太君今天气色好像很好哦。嗯。啊，侄媳妇，以往你呢敬完茶就急急忙忙的走了，怎么现在还在这里呀？如果有事求我呢就快说吧，别吞吞吐吐。是这样的，太君，有一天我经过一路站，看到季老板，他问我究竟山楂今年几岁，那我回来了就跟相公提起，那相公呢也觉得山楂已经到了适婚的年龄，所以就叫我来求太君和姑奶奶可不可以为山楂做主，帮他找户好人家，不知道太君意下如何呢？你说的对，如今也是时候应该给山楂找个好归宿了，你跟苏妈妈说一声。嗯，哎，太君，但是既然季老板提起山楂，可能是他想帮他弟弟。太君刚才不是已经答应了，有苏妈妈就行了，侄媳妇你不用操心了。山楂是个孤儿，而且又是我们钱家的下人，我怕苏妈妈一时间找不到好人家，那既然季准
你出身也低，还不是嫁进了我们钱家？这怎么同呢，姑奶奶？我和相公是指腹为婚，缘分天注定。其实季准呢，不用说了，我有分寸。姑奶奶，虽然下人的嫁娶是需要得到你的同意，但是山楂始终是我和相公的婢女，而且她又跟了相公那么多年，如果我不帮她说话，谁会说话？你去叫苏妈妈问问季老板，是不是对山楂有意思？是呢，就替她赎身，问她能不能给得起5000两的身价银。知道了，娘。不知道会不会有人知难而退呢？喂，梅季准，干嘛？有没有5000两？别逗了，有5000两，我先帮姐姐还债了。钱家又出状况啊！钱少奶奶，你欠了人家很多钱吗？不是啊。还是没事了，就算你有啊，到时候他们又不知道想了什么新花样出来刁难人家。现在女人说的话男人总是很难理解，别理他，喝酒。哦，不是啊，那我问问你们，如果一男一女是真心相爱的，不过只是忌讳世俗的眼光啦，那家人又反对啊，如果是你们，你们会怎么样？其实男欢女爱是很正常的，如果两个人是真心相爱呢，那个蜜意成春呀，春珠。哎，对了，蜜意成春，这怎么行？谁说不行？你做到蜜意成春，双方家长一定要同意亲事，男的一定要娶，女的必须嫁。就是，到时候她想嫁给别人也不行了。这样。喂，话说回来，你刚才说那一男一女是在说谁啊？我没告诉你吗？没有啊。你和山楂了？我和山楂，我反对。虽然我是无赖，但我不是无耻啊！逼人蜜意成春这种事，我绝对不会干的。听我说，老大，你的年纪也不小了，成家立室是正路的，偶尔无耻一点也不怕的。是啊，是啊。哎呀，那可能你觉得臭豆腐很香，我觉得臭豆腐很臭，每个人的喜好不同嘛。老实说，我对山楂真的没感觉。那么季公子，你喜欢什么感觉呢？我最喜欢呢，有个性、有主见、又机灵又豪迈的。集合这么多好条件的女子，在有德镇除了我之外也没有几个。可惜我已为人妇，所以你还是再考虑山楂吧。但是我每次看到她呢，她都是女扮男装啊，叫我怎么投入啊？如果我真的跟她在一起呢，就像跟他们俩在一起一样，很恶心吗？哎，你怎么这么笨？你自己幻想一下，她穿女装不就行了？幻想？是啊，老大，今晚睡前躺在床上幻想一下就行了。躺在床上幻想一下。嗯。哎，没见过像你这么无赖的人，自己娶不到老婆就破坏别人好事，活该你一辈子打光棍，烂劣官。这样，明明想梦到山楂，为什么梦到醋坛子？一定是醋坛子最近逼了我太紧，一定是，一定是。哎，山楂，上哪去？哦，少奶奶，我剥好荷包，想拿去还给季公子吗？哦，不行，我交给他就马上回来了。跟我来。哦。真是美若天仙呐、啊！咦，前面的姑娘很漂亮。啊，老大，你又没看到她的脸，怎么知道她漂亮啊？盯着是吧？只看她后背已经这么吸引人了，有的人很少这么上品的女子哎。就是你这朱正龙，你简直是有德镇之耻啊！你之前恐吓我姐姐要她钱债肉偿，现在又轻薄良家妇女，拉她去报官。哎，拉她去报官！哎，很痛啊！季准哥，我以后不敢了，你放开我吧！放不开你，放开你再摸人不行。季公子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算了。山楂，何止上品呐、啊，极品呀！
哎，你们俩真失礼，你看人家多难为情啊。嗯，是山楂自己不习惯穿女装。啊，对了，季公子，我有东西要还给你。山楂姑娘，你知不知道我们老大每晚做梦都梦到你呀？是你个头。我们换个地方再说，你们回去，我们走。哦，嗯，季准带山楂去哪儿？相公。季公子，你看了我很久了。哦，对不起啊，因为你今天的模样呢就很不同，很特别，但是又很好看。季公子，你的荷包我补好了。哦，谢谢你啊。嗯，不客气。相公，我们这么看过去，他们像不像一对璧人？璧人是把荷包挂头颅。荷包不是挂在腰吗？哎，所以不般配喽。相公，你看他们两个多温馨，就像我们两个这样。嗯，想不到这好色之徒居然没对山楂毛手毛脚。相公啊，你别对他有偏见了，无赖不代表好色。那倒是，既然他们两个情投意合，我们就应该欲成好事。欲成好事？什么好事？你想生米煮成熟饭？当然不是了，我是想让他们两个多见面。哇，相公，咸蛋黄好美呀，你看，拿来送粥就好了。哦，娘子你喜欢吃，吩咐厨房做就行了。山楂姑娘，嗯，你看太阳呢就快下山了，要不我们再坐一会儿，看完日落再回去好吧？哦，好啊。哎，请坐。哦，哇，山楂姑娘，你看这个咸蛋黄多黄，拿来送粥真是一流啊。你很饿啊？不是。小心火烛，风高雾罩。小心火烛。这是噩梦还是奇梦？明明想梦到山楂，怎么梦到醋坛子了？啊，一定是见他见得多，连做梦也梦到他，真是见鬼了！不行，继续睡，这次一定要梦到山楂。山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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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山楂。山楂姑娘，真是想不到今天能够跟你吃这顿饭。是啊，早上少奶奶叫我陪她吃饭，谁知道她临时要帮曹夫人忙。嗯，她真的很忙。是啊，怎么会这么巧？嗯。啊，山楂姑娘，要不尝尝我们顺风楼最出名的栗子焖鸡？因为这个栗子呢很有鸡味儿啊，不是，因为这个鸡呢就很有栗子味儿。啊，也不是，其实很有门道。哦，好，我是，好吃。不好意思。哇哇哇哇哇哇！哎哎，你跟我过不去啊，放这么多蜂蜜，还得了？一时看走眼嘛。你呀，三魂不见了七魄啊！到底什么事？我呢，把山楂骗到楼上雅座去了，和梅巨准一起吃饭，顺便希望他们两个能够增进一下感情。哦，所以你就安排他们两个单独相处。知我者莫若我娘也。哎，其实山楂呢是一个很好的姑娘，但是她和相公实在太亲密了，而且又有默契。很多时候我靠过去像个外人似的。
那这个不用说了，人家到底呢在他身边这么多年，你呢刚刚嫁进钱家没多久，横看竖看你的确比较像外人。啊，娘，你帮谁呀？哎呀，我当然帮你了，傻丫头。但是如果有朝一日山楂真的向阿通投怀送抱了，那他顺手接收了一点都不稀奇啊。我就是最担心这件事啊。依我看呢，最好是赶快生米煮成熟饭。哎，这种事怎么能逼呢？要你情我愿吗？总之我现在希望他们两个呢是郎有情妾有意，那就皆大欢喜了。哎呀，看你想得多美呀、啊！哎，你不是约了阿通去买布料的吗？对了，差一点给忘了。那待会儿要是山楂下来看不到我呢，你就叫他等等我，别这么快走啊。哎，来来来，拿好。行了，交给娘吧。嗯，娘办事你放心啊。嗯。季公子，啊，其实山楂也猜到少奶奶今天叫我出来，是想安排我们会面的。哎呀，你知道就好。不过有些事呢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开口跟你说好啊。其实山楂一直都当季公子是少奶奶的好朋友啊，除此之外山楂从来没有想过高攀呢。是吗？你没想过嫁给我吗？没有，山楂只想留在钱家继续伺候少爷和少奶奶而已啊。哎呀，太好了，我松了口气。等李家少奶奶回来，我立刻跟她说清楚，免得浪费大家时间吧。哎，希望季公子不要误会山楂嫌弃你啊。就算你嫌弃我，我也无所谓啊。其实你不是不好，我们之间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对眼儿啊。啊，山楂明白。哎呀，那我舒服多了。哎，来来来来来，季公子，吃吧吃吧吃吧。哎呀，来来来，季公子，喝茶喝茶喝茶。哎呀，看不出来，原来你这么调皮呀、啊！怎么笑得这么开心呢、啊？哎呀，有说有笑，多好啊！哎呀，还有这么多菜啊，那没酒怎么行呢？那这壶呢，就是老娘珍藏的忘情酒。嗯，但是山楂不会喝酒。傻丫头，哎呀，什么人一生下来就会喝酒呢？喝着喝着就会了吗？那，先给你。哦。记准，你不会拒绝我的哦。来，来喝酒喝酒。我们就喝一杯。哦，来来来，这酒这么好喝？啊？为什么季公子会？你笑什么？钱少奶奶，请。相公，哎，娘子，你来了，太好了。嗯，我和老板娘选了几款布料，你看哪一款比较好？娘最喜欢红色了，这匹布红彤彤，她一定喜欢。嗯，还是娘子你够细心。哎，对了，不知道曹夫人她什么尺寸呢？我娘最近身形呢没怎么变，腰围是差不多这样，高度是这么高吧？娘子不用麻烦了。干脆叫老板娘去一路站机场给岳母量身，顺便多带几款布料给她选。去一路站？你相公我是不是很有心呢？你去呀，你真是眼光好啊，选布料也像选老婆一样的本事。我最喜欢红彤彤的了。最重要是岳母大人喜欢。曹夫人 啊，你一直动来动去，我很难给你量得准确。哎呀，对不起对不起啊，量好了是吧？哎，不要紧的。哎，最重要是做的时候呢腰要小两寸，我一深呼吸一收腹立刻就穿得下就行了。娘啊，你别爱美不要命了，你每天这么收腹法，我怕你没力气帮人做美颜。只要你每天少吃两碗饭就可以瘦下来了。少吃两碗饭不是没力气，哎呀，我最喜欢吃饭了。已经米已成炊了。娘，你干嘛看楼上还说这些话？娘帮你生火煮好饭了。哎，娘子，我们晚上在这儿吃饭吗？娘啊，这次你真是多管闲事。哎，娘子，你去哪儿？怎么了嘛？你去哪儿？哎呀，真是好人难做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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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这禽兽！哎，相公，先别发脾气，看看山楂怎么样。哼，山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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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看看，没事，还有心跳。山楂，山楂，你醒醒！山楂，刚才你说民意成吹，就指这件事，你好卑鄙啊！相公，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们不要吵了，先把他们弄醒好不好？山楂，山楂，山楂，哇，你真的很离谱啊！这么大声的吼我女儿干嘛啊？我在楼下已经听到你声音了，你这么紧张，丫鬟胜过紧张我女儿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件事是我搞出来的，跟青青无关。娘，你怎么可以乱来？我没乱来啊，我只是灌醉他们，但他们睡醒之后以为米已成炊喽。你实在太过分了。过分？我说你才过分呢，又不是你太紧张的丫鬟。我女儿会吃醋，想快点把她嫁出去。娘，不要再说了。你还不去叫大夫？哎呦，敢对我大呼小叫，去叫大夫啊！叫就叫喽，你别欺负我女儿。我叫你别这么冲动，你又不听我的。你刚才也听到了，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，是娘一个人搞出来的。你还想推卸责任？你娘做跟你做有什么分别啊？少爷少奶奶，你们不要再为山楂吵了。山楂，你醒了，你头还痛不痛啊？嗯。小无赖他有没有啊？其实我跟纪公子说清楚了，我们对彼此都没意思。山楂，山楂，山楂呢？拿水给我洗脸。哼！啊，你想烫死我啊？不洗了。给我脱鞋。想谋杀亲夫啊？我是你娘子，不是山楂，我不用像他这么伺候你。以前山楂伺候我你就不高兴，现在让你伺候我你就发脾气。是你对我发脾气啊？为了一个丫鬟这么对自己娘子？难道山楂出事了我还要对你笑盈盈的？不用，我自己来。山楂早就跟我说清楚，我就不会做这么多事。到现在还认为自己没错，如果真的出了事，对山楂的名誉影响有多大？我说过很多次了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你没跟岳母提过他会这么做吗？使出卑鄙烂招，有没有为山楂想过？山楂，山楂，山楂，你只顾着山楂，我在你心目中真的这么卑鄙吗？以前不是，现在不知道。我不知道睡在我旁边的人以后用什么办法对付山楂。你去死吧你！你去别的地方睡。我去书房睡，我也不要看到你。你，哇，睡觉。老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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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干嘛？去闹贼啊？是这样的，我刚才去了庄大娘家，打算进行银两，可是被庄大娘发现了。那我就走了，之后衙门的人就跑来追我，那我就跑了。我跑来这里想问问老大，我有什么办法可以脱身呢？你这叫借，你这叫偷。之前你跟我说你奶奶有病缺钱用，我跟崔牛说过会帮你，你怎么还要乱来啊？哎呀，老大，你现在什么情况我不知道吗？你现在什么都不要说了，最重要的就是把银两还给庄大娘，希望她别追究。哎，不行的，哎呀，你不会放了我的啊！西捕头，其实这件事我是你干的吗？押他回衙门。慢着，季准刚刚就是想解释，也许不是他干的。季准，你说清楚，别让人冤枉你。啊，我们两个亲眼看着他手上有银两，怎么不知道干呢？
哼，丫头和衙门，明早大人升堂开审，便知分晓。押过去。啊，邢捕头，哎呀，你闭嘴！弟弟，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季准他偷了庄大娘的银两，有什么事到了公堂便一清二楚。走，走，走。弟弟，哎，怎么会弄成这样的？我季准，你昨夜到庄大娘家偷窃五两银子，证据确凿，如今本官判你收监3个月，退堂。季老板，这么巧啊！这么巧，哎，上次跟你玩大小赢很多钱，我们再去玩吧，让我沾沾你的旺气。哎，你怎么看起来没精打采的？你看我从这里出来，就知道我心情不会好了。哎，那更加要去赌坊走一趟，不赌不知道时运高嘛，到时候多赢点银两，什么官司都不用怕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我们又赢了，我都说你转运了。哎，现在买什么？还是买小？好，小。哎，我也买小。来了啊！哎，离手，离手。我买的。离手啊！来。小小小。哎呀！小，快点钱啊！又赢了。发财了，你的。我赢够了，先走。啊！发财里边请，有赌为输。怎么这么快走呢？气旺的时候不能停的。刚才有两个男人趁机对我毛手毛脚啊！季老板，走了，这么快啊？今天赢够了？怎么够呢？里面啊，有人对季老板毛手毛脚的。不会吧？对季老板毛手毛脚？季老板是一路家的大老板吗？怎么可以对着卑鄙人赌钱？哎，不过不要紧，我们这里呢有贵宾房，进出的全部都是官商士绅，保证呢你赌得舒舒服服，而且不会有人对你毛手毛脚。对不起，不用了，钱老爷，我们赌注很小，不配和钱老爷赌的。哎呀，你怎么这么说呢？其实我们不是赌得很大的。哎，真的不可以泄气的，来来来，就当见识一下。啊，钱老爷，你带我们进去吧。啊，好好好，哎，这边这边。哎，走吧走吧。哎呀，人生几何啊，什么地方都要去一下嘛。就是这里了，钱老爷。哎，季老板，坐下来一起玩啊！哎，快坐下，快坐下。季老板，你看看我，这是左手一伸出来，比你全身都贵，全都是赢回来的。千万别跟傅大人说啊！你该明白，让他知道我在这里赢的比他俸禄多很多，我怕他会妒忌。买了买了，买好离手。你买多少？10两。哎，我们刚才赢那么多，别婆婆妈妈了，我们每人拿20两。哦，那好吧，20两。哎哎哎，季老板，这里赌呢不用拿现赢的，可以记账的，涂老板是吧？啊，是的是的，记账行了。好，20两。我教你，我教你啊。来，这样。涂老板，结算。好的，傅夫人。你们慢慢玩。好啊，好啊。看，多容易赢啊！傅夫人，下一把你预备买多少啊？傅夫人慢走。30两。哎呀，你忘了我说过，赢就要冲。买50两吧，我也买50两。是是，买50两吧，啊，反正会赢的。是啊，很容易赢的。很容易赢的，很容易赢的。好好好，我们每人买50两。50两，那我也买50两。镯子我买了，谢谢。哇，夫人，
你的手法越来越厉害了，刚才完全没有人发觉啊。当然了，今天特别顺手，别让他听。夫人，我今天带不够银两，待会儿不能帮你赔给人。赔什么？谁要你多管闲事？夫人，其实你十次有九次都被人发现，如果人家追究起来，大人会很没面子。上官文，我家老爷是看你名落孙山，在京师漂泊很可怜，才请你做师爷的。你别拿着鸡毛当令箭，我的事不用你管。我现在什么兴致都没有了，我们回府。你记住啊，你只不过是一只跟屁狗啊！啊啊啊！这么多年没见，想不到今天我们还可以相遇。当年我真的误信谣言，但是后来我知道，我不应该这么想你。为什么不早一点回来？我不回来，是因为我屡次名落孙山，没面目向太君提亲。你真的想过要提亲？当初知道傅大人要调来有德镇，我也挣扎了很久。但是一想到有机会见到你，我就决定回来。你是为了我而回来？你不信我？信你？除非你先表现诚意给我看。怎么样？上次带山楂回去之后怎么样了？还能怎么样？他还是继续伺候相公了。相公搬去书房睡了。哎呀，所以说那个钱通的真的是不懂得做相公。哎呀，我不买了，我替你出逃去教训他。哎呀，娘，你又想乱来了。上次的确是你不对嘛。如果我是相公，我也生气。去买东西。嗯。哇！哎呦，见鬼了！你怎么这么憔悴呀？快进去，快进去，我给你做美颜。来。不用了，我很累，我要睡觉。哎呀，可怜哦。娘，素姐姐怎么了？还不是担心她弟弟嘛。啊，梅巨准有什么事？我没告诉你吗？他们说他偷钱呐，抓去坐牢。素素就是为了他四处奔走喽，已经很久没来铺子了。那我们去探望季准吧。没办法，他什么人都不肯见。不过我总觉得这件案子呢很有可疑。为什么？他们说他偷钱是为了帮姐姐还债吗？要偷嘛就多偷一点，区区那五两银子还什么债？五两银子几坛醋也买不到。就是，哼。那晚啊，他就从这儿爬窗逃走的。哎，你看，不是你，回去，到你了。不是你，回去，你。进去，你塞什么塞？根本就不是你的，回去！该你了，该你了！左脚。哎呀，你不敢穿，我帮你穿。别别别！拦住他！别！别！信不通！别！是你！哇，原来是你！开脱！是。庄大娘失窃一案，大人再次审理此案，知道不是你干的，你可以走了。啊？难道你抓到？啊，信不通，你抓错人了，那五两银子是我偷的。老大，算了，我承认了，一人做事一人当。我老早就应该承认的，不应该连累你。闭嘴！你奶奶怎么办？新捕头已经给他奶奶银两看病，所以你不用担心了。秦珠可以安心坐牢。所谓天网恢恢，我新某从来不让人无辜受屈。
也不会冤枉好人。别待在这儿了，走吧。我想陪秦珠，行不行啊？好，果然讲义气，请便。哎，不玩了，走了走了。哎呀，你要走你先走吧。那我走了。哎，我也走了。发牌呀，快一点。你哎，等一下，季老板，按规矩呢，你在这儿赌了一巡呢，是时候要结算了。怎么了？你不让我赌啊？我输很多吗？加上刚才那把，一共是6207两啊。怎么会输这么多？每次呢，你都有画押坐实的，我们绝对不会骗你。哎呀，季老板。愿赌呢就要服输，涂老板啊，明天再来玩哈。傅夫人慢走。涂老板，明明傅夫人也是输多赢少，你怎么不叫她还？你先顾好你自己吧。涂老板，你通融一两天，我一定会尽快把银两还给你。十个赌徒九个都这么说的，到最后还不是拖。涂老板，啊，好。涂老板，大家都是做生意的，你何必赶尽杀绝？我的汽车真的不能给你。这样啊，一路战以后赚到的钱，我全都给你，好不好？季老板啊，季老板，有张地契在手，稳当些。涂老板，钱，季老板，老爷，钱老爷，涂老板，涂老板，我今天没去赌坊，居然在这里看到你。哎呀，钱老爷，钱老爷啊，谢。我劝你季老板的事少插手为好。这个数目我可以一次过帮他还。钱老爷不用了，季老板还清了啊，只要他肯在怡红院干上3-5年，还清了还有个赚。怡红院，哎，看来我帮不了这个忙了，都是你说什么喊鸡喊鸡，结果白忙一场。哎，钱老爷啊，我不知道你说什么。钱老爷，求求你救救我，起来，我什么都会答应你。先起来，季老板，你先起来，季老板，你这样我什么都会答应你的，钱老爷啊。你什么都会答应我？求求你啊，钱老爷！我钱老爷！哎呦！年月里惯了一天到黑也提防，从没有半天安于那方。沉沉的对着天光了也一样，情或雨听到只得回响。然后我跌进低谷，碰巧你在旁陪着我，说一声不要放。长期在跌宕，一早已怕希望。其实我也不想硬朗。